前少少睇呢度啦，呢個地盤，而家呢個村啊，呢個地盤啊，隔離咧油站隔離呢度咧，殯儀館嚟嘅。呢個地盤起好咗方便喎，啲人入去住。哇！真係隔離嗰個殯儀館去收貨零舍方便，喺正隔離。而家窩頓一路向北行，去嗰個叫 Bamber Circle。Bamber Circle 咧，我就將佢譯個名做爸爸 Circle。以前好多韓國人喺度聚居嘅喎。咁啊，有啲兩邊啦，一邊係左邊，即係我左邊嗰度，佢啊平啲，右邊就貴啲。左邊嗰度咧平嗰度啦，因為平幾萬蚊啫，即係大家一樣貨色咁上下 size， 佢係平一兩萬蚊。而家講，而家應該個距離會拋大啲啊。而家講四分一世紀之前，咁你一問，住邊度啊 ？Bamber Circle， 啲人就會問平嗰邊定貴嗰邊啊咁樣。咁如果平嗰邊咧，人哋喺個心度話：咦，你走去揾人按摩好方便喎，咁樣係嘛？因為平嗰邊咧，據聞當時有幾夥啊，有幾夥按摩女郎喺入邊做喎，冇得頂喎，啊，足不出户咁，即係唔需要離開個大廈都可以揾按摩女郎按兩按啊，冇得頂嘅真係。呢一間快樂小羊以前咧係小肥羊嘅，嗰兩公婆係老細啊嘛，諗住將個品牌啦，即係個牌子啊，香港人叫牌子啊，大陸佬叫品牌啊，咁啊想將個牌子咧打響佢。咁就揾個律師問，個律師咧就又有興趣喎，搞呢個品牌點樣發大嚟做，即係教啲人點樣做呢、這個賣呢個經營權啊。咁、那個律師咧就登廣告話：喂，有件咁嘅嘢。大家有興趣又不妨聽咁樣，個律師好有興趣，即係做多一門啦。喂，買埋間屋咁係幾百蚊律師費嘅啫喎，咁啊開多一門，賣下呢啲咁嘅生意，冇話唔好嘅啫，係咪？咁我就去聽啦。咁啊小肥羊兩公婆啊坐咗喺我前面。咁啊，怼张卡片俾我，写住九折噶，你嚟帮衬九折啦，咁样。佢两个系好有兴趣啊，将呢个 brand name 咧带到成个多伦多都系。结果小肥羊啊，嚟去都系得一间嘅啫。咁啊，连去喺海外嗰个 brand name 咧都做唔落去。不知呢間快樂小羊係去兩公婆做嘅咧，真係考氣。咁快樂小羊係咪特約經營嘅咧？我又唔知喎，真係冇乜點跟進。好啦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，準備食嘢。
早少少得停呢個車咧。如果雪胎咧就唔怕，雪胎就可以遲少少先得停嘅車。以前都有四條雪胎嘅，行行下蝕咗咁樣，我都費事再換。蝕咗，抌下抌下抌鬼曬，四條都抌曬。咦？呢個 Corolla 咁似 Yaris 嘅？我以為是個 Yaris， 原來寫個牌寫個 Corolla。 而家新咗 Corolla 咧，大架啲喎，好似成架 Camry 咁樣喎。有些人说没有棍波车很可惜，这样迟些不止没有棍波车可惜了，迟些连这个内燃机的车都没牌了。虽然你说现在那个电池技术不得点点点，不过很快脆很快脆会克服到的，这些你估真是永世都冇電池技術咩？即系唔系？即系你估永世電池技術都搞唔掂咩？一定會搞得掂嘅，係時間嘅問題嘅啫。哦，尾話未開，門口兜一兜先，跟住麥當勞飲杯咖啡先，然後再翻嚟食尾話啦，咪又係咁。佢有時早少少開到嘅，今日真係唔得。佢又得嗰個華姐繼續做嘅，那個黃太都冇做啊，嗰間紅茶街啊，紅茶街黃太冇做。呢個華姐仲喺度，冇嘢嘅，揼下揼下都有啲錢收噶嘛。咁你如果頂一手賣咗出去咁樣，就係收咗嗰嚿錢就算啦 ，grow 唔到噶咯，即係冇得發展。我話唔好聽就冇得發展，揸咗嚿錢，揸住嚿死錢，咁都得嘅，你擺喺銀行啦。我谂而家有七八利息啊！呢个执金咁开心咁跑嚟啊，唔错。其实得闲咧，多啲笑容咧有帮助啊，个人唔系讲笑啊。我阿婆犀利啊！我阿婆成日笑啊！我阿婆活到90岁，我阿婆后生嗰时就担个柴啊，担个货咁样翻山越岭咁样。以前咧系冇车，冇嗰啲货车啊嘛，要运货咧要担翻山越岭咁样去担啲货去运，
台山啊，我阿婆是台山人啊，佢真係台得嘢嘅人啊，翻山越嶺啊嘛，台嘢貨。咁我阿婆啊成日笑噶，笑面迎人。我阿婆窮又係咁樣，有多兩個錢又係咁樣，都係成日笑。佢其實成世都冇錢嘅，一有錢就全部借曬俾人。嗰啲借咧就有借冇還嗰啲，有錢咧就送曬俾人，就照顧顧佢鄉下嘅妹啊咁樣。所以活到90歲，可能就係咁樣先至睇得開，先至活得長命啊！有啲太過緊張，你自己捏下捏下都捏死曬自己啲內臟啊！好啦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